这啥子？不是你这里。这啥子？啥子？楼上。好，等一下去了哈。有没吃早餐？吃过早餐没啊，嘉怡？吃牛排。食完早餐啦，OK，好，好，食完早餐我哋开始啦，睇下有冇你食嘅嘢啦。好啦，嘉怡，你可唔可以自己同我讲下咧？咦，去到边啊？呢度。咁啊，嘉怡，你可唔可以自己同我讲下呢度有咩啊？呢度第一个系咩？第二个系咩？第三个系咩啊？你同我讲啊。一个系葱，系洋葱，水呢度系水果，系第一个系，第一个系水果，啊第一个系水果，真系水果嘅系，但系咩水果系？系叫什么水果？呢个系唔系？呢个唔系士多啤梨，士多啤梨，呢个唔系，呢个系布冧。果冧。好，跟住咧，后面第二个系。西瓜，嘉怡讲全句，全句，珍珠啊，第二个系西瓜，第一个系西瓜，好，跟住咧，第三个系柠檬，柠檬啊，柠檬，跟住，跟住第四个，呢个系梨，梨，梨。跟住。第五个系芒果，芒果，芒果，好，跟住第六个，第六个系维多巴黎，都 OK 嘅，睇落都似士多啤梨，好，跟住咧。葡萄。第七个系，啊，不要每次都要我提你提醒你好不好？啊，每次你主动说第七个系，这个还提子，子，好，跟住，谁都搬来，不是手臂的，这是车，第八个系车厘子。车厘子，第八好，个，跟住啦，第八个系车厘子，第九个系，第八个还长。第九个系橙，那个还长，跟住，第十个还香蕉，第十个系香蕉，好，跟住，第十一个还水多啤梨，好，然跟后住，菠萝，好，你差唔多啦，好。三个还叫什么？Yes. 椰子几？系就是一个还。木瓜，嗯，瓜，木瓜系啦，嗯，第什么歌可以？荔枝。梅啊，跟住咧，第什么歌系？蓝莓，蓝莓。好。跟住咧，第十七个系第什么？它个系什么虫？金，金。好，好啦，下面我要求你难度提高了啊！这些我都讲过，我得要求你难度提高。这次不但要你说第一个、第二个系乜，而且你说完第一个系，那像我首先问你，嘉怡，第一个系咩啊？第一个系。第一个系蘑菇，蘑菇，OK，好。蘑菇之后，我希望你说一个字，跟我读一个字，是之后的广东话。记好，你好，记好了。所以你说完第一个系蘑菇，然后你要说记好，记好。第二个系第一个系胡萝卜，红萝卜，好，跟住讲之后啊，嘉怡你讲之后，一直之说第后，一好。之后。好，之后第三个系个系玉米，粟米。米，好，跟住你讲之后啊，最后，嗯，个系
番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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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之后。之后之后。之后。第五个系。第五个系。嗯。系土豆。薯仔。薯仔。好，薯仔啊吓，好，跟住之后。之后。第六个系。西兰花。好，第六个系西兰花，好，之后。之后。一个系洋葱，洋葱系啦，洋啊，阿嘉怡你个口圆少少，洋葱，葱，洋葱，洋葱，好，之后，之后第八个系菠菜，好，之后，之后第九个系花生，系啦，之后，之后第十个系。南瓜好之后，你上一个系之后之后，你讲之后，之后系啊，一个系辣椒，辣椒好之后，之后系豆，豆系啦 ，OK 冇错，好啦，不过比上次进步又快啦 ，OK 比上次进步快咗啦 ，OK 我哋讲之后啊，记得好。蘑菇、萝卜、粟米、番茄、薯仔、西兰花、洋葱、菠菜、花生、南瓜、辣椒，之后是豆啦。好，我知道你说之后啦，以后好。好啦，嘉怡，呢度系咩咧？咁啊，好，我们先跟刚刚一样，每次说完第一个系什么什么以后，那你要说之后，你要讲。之后好，嘉怡第一个是饼，珍珠话第一个是饼，第一个是饼。之后我自己说之后，第二个是饭，饭好之后，第三个啊，嘉怡你讲之后，第三个是火腿，好，第三个是火腿，好之后。你忘记说之后了，之后这个是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嘴巴可以大一点吗？包，包，是的，面包，面包，好，之后第五个是鸡蛋，鸡蛋啊，是鸡，鸡，鸡六个是鸡蛋，鸡蛋，鸡蛋。之后啊，你讲嘉怡之后，第六个系扒，扒，扒，系啊，第六个系扒 ，OK。之后咧，阿嘉怡你讲之后啊，之后，第六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说之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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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七个系虫仔，虫仔。好，第七个是肠仔，七个是肠仔，肠仔好之后，最后第八个是火腿，火腿对，还没做之前啊 ，OK， 好，咁啊下一个之后，最后第九个是乌头，是鸡髀。好，鸡髀啦吓，之后第三个系第十个系鸡，鸡好之后，第上一个系薯条，薯条，薯条好之后，之后。最后第十二个是蛋糕，不是吞拿鱼。吞拿鱼。好，吞拿鱼好之后。第十三。嘉怡，你讲之后。之后。最后第十三个是
系火火三明治，冇火腿喎、啊。三文治。三明治。系或者系你可以讲肠仔，因为里面有一条香肠啊，肠仔啊吓。咁啊，你可以讲肠仔三文治，但系你唔好讲呢个呢个饼啊乜嘢。好，第十之后啦，第十四个系之后。系。阿嘉怡，你讲之后。之后。第十四个系。四个系。半。都系蛋糕。但系咩啊？芝士。芝士。芝士。哦，芝士，哦，芝士啊，呢个系，嗯，好，之后，之后第十五个系雪糕，雪糕啊，叻女，好，之后，但之后第十六个系，琴日你好中意讲喎，昨天你很喜欢说，系蛋糕，蛋糕，好，之后。加热之后，一个系巧克力，朱古力，朱古力，朱古力，好，朱古力，好之后，雪糕，啊，加热唔记得啦，之后第十八个系雪糕，第十八个系雪糕，好之后，之后第十九个系杯子，雨，我哋讲雨乐，雨乐。是啦，冇错，好是这样啦。好，就继续之前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嘉怡，你喜欢吃什么啊？可不可以用完整句子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啊？你说我喜欢，我喜欢是面包，我喜欢吃面包，喜欢吃面包，嗯，喜欢哦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雪糕，系，仲有，啊，每说一个食物之前，记得说仲有，仲有，仲有，仲有雪糕，系，仲有，仲有，雪糕，仲有咩啊？雪糕，啊，跟住啊，仲有，仲有，薯条，仲有薯条，条，仲有薯条，仲有薯条，好，仲有。还有，仲有咩啊？仲有鸡蛋，仲有系 OK， 但系你要讲仲有鸡蛋，有鸡蛋系啦，仲有鸡蛋，好啊，好好啦吓，咁啊好多嘢啦吓，咁我哋去到下一篇，大肚粒饼、饭、火腿蛋、面包、鸡蛋、扒、肠仔、火腿、鸡髀、鸡。啊！薯条、吞拿鱼、热狗啊，三文治就得啦，系芝士、雪糕啊、蛋糕、朱古力、雪糕、甜筒啊、乳酪。下边，我哋今天说什么呢？现在我就要请你跟我说一下今天的题目啊，从各方面都要开始开口讲话了啊，嘉怡，好，嗱，跟住我读一句话，今日，今日。我哋嘅主题系，我哋嘅主题系饮品。饮品。好，上珠海词。今日我哋嘅主题系饮品。今日主题系饮品。好啦，我哋嘅主题系饮品啦。有咩饮品咧？第一个系咩啊？知唔知？第一个系。第一个系。你知唔知系咩啊？知唔知系什么？知不知道是什么呢？你会回答我知，也会回答我不知，这个没问题，重点是你要开口讲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知不知道。 OK， 好，你开口讲的，好，你知不知道？知，知，好，是什么啊？第一个我不知道，不知道 你就说不知道，不是，第一不是，你说母鸡，你要不知道就说母鸡，不知道，是啦， OK，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是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。 OK， 好，咁我哋睇嗱，第一个系嘉怡，继续讲。第一个系可乐，可乐。郑超话可以嘛？第一个系可乐，第一个系，第一个系可乐，可乐。
系啦，可乐 ，OK， 好。啊，第二个系咩啊？知唔知啊？橙。橙系啦，叻女，所以橙整嘅一个饮品就系我哋讲橙汁。橙汁。橙汁。第二个系橙汁。第二个系橙汁。橙汁。橙汁。啊，读字的时候可不可以舌头用点力啊 ？OK， 橙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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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啦，叻女，橙汁好。第三个系咩咧？第三个系呢、这个、嗯，你可能唔饮得嘅，系你可能不能喝啊，就系酒。哦，就是喝酒，酒啊。酒。酒。好 ，OK， 嗱，第三个系酒。第三个系酒。好。跟住第四个都系你可能唔知啊呢、这个，第四个系啤酒。啤酒。珍珠话第四个系啤酒。啤酒。然后第四个真系哪？第四个喺边啊？第四个系啤酒。第四个系啤酒。啤酒。系啊，第四个系啤酒啦。好，跟住第五个系咩啊？最后第五个系，第五个咖啡，还有第五个系咖啡，系啦 ，OK 好，第六个系咩啊？系奶茶，奶茶系啊，第六个系奶茶，哇，整句话说出来几好啊吓，好，跟住啦，第七个系咩啊？我系。饮料系饮料啊，但我哋讲第七个系汽水。第七个系汽水。第七个系汽水啦，叻女啦，而家跟到节奏啦吓。好，第八个系咩啊？第八个系我哋讲呢个第八个系啊，打 sorry 啊，唔系呢个字啊，第八个系茶。茶啦，系啊，唔系哦，呢个字打错咗吓，这个字打错了 ，OK， 系茶啦 ，OK， 好。第九个系咩啊？第九个系柠檬水。柠檬水。柠檬啊，你讲柠檬水可以，你都可以讲柠檬茶。柠檬茶。系啊，柠檬茶、柠檬水啊 ，OK， 好。咁呢个系柠檬茶、柠檬水，跟住第十个系咩啊？第十个是牛奶，牛奶系啊，第十个是牛奶，跟住之后第十一个是咩啊？第一个是西瓜汁，西瓜汁，西瓜汁，系啊，汁要跟住我合埋口噶汁，西瓜汁啊，第十一个是好，我第十二个唔知你有冇饮过，系你饮过未？第十二个，第十二个系草莓汁。诶，差唔多，我哋呢度咁讲。第十二个系奶色，奶色系啊，奶色啊 ，OK， 好。好啦，咁后面第十三个系咩啊？第十三个系，假如第十三个系咩啊？三个系白开水。系啦，冇错，所以第十三个就系水，亦都叫白开水，亦都讲开水都 OK 嘅。好，第十四个系咩啊？第十四个。是酒是红酒。红酒。好了，那嘉怡，现在我说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，等一下我会请你自己讲。现在我说一句，你跟着我读，一阵间我会请你自己读。好，嘉怡跟着我说，第一个是可乐。第一个是可乐。之后。第二个是橙汁。第二个是橙汁。之后。第三个是酒。第三个是酒。之后。第四个是啤酒。第四个是啤酒。之后。第五个是咖啡。第五个是咖啡。咖啡。好，之后。第六个是朱古力。朱古力。好，
第六个，哎，整句话哦，第六个是朱古力。第六个是朱古力。之后，第七个是汽水。汽水。喂，整句话怎么又少了那么多？第七个是汽水。第七个是汽水。汽水。之后。第八个是茶。第八个是茶。之后，第九个是柠檬茶。第九个是柠檬茶。之后，第十个是牛奶。牛奶。喂，陈主话第十个是牛奶。第三个是牛奶。牛奶。之后，第十一个是西瓜汁。第十一个是西瓜汁。之后，第十二个是奶昔。奶昔。之后，第十三个是水。第十三个是水。之后，第十四个是红酒。第十四个是红酒。红酒。好，冇错，好。嘉怡啦，而家你讲一次，我而家唔俾你提，哎，嘣，好冇晒。你同我讲，第一个系咩？第一个系可乐。可乐。哦，知啦。之后。好。二个系橙汁。橙汁。汁。之后。之后第三个系酒。最后第四个是啤酒。之后第五个是咖啡啊，看我舌头用点力，咖啡啦。最后，第六个是奶茶。第七个是水。汽水。汽水。汽水。之后。之后，第八个是茶。茶。好，之后，最后第九个是柠檬汁，柠檬汁，柠檬汁，柠檬水都 OK 啊，柠檬茶都 OK。好，之后，第三个是牛奶，牛奶系啦。之后，第三一个是西瓜水，西瓜汁。柠檬可以讲柠檬水，西瓜好少人讲西瓜水。OK， 好，之后，第三个是奶昔，草莓汁，奶昔，系啊，奶昔。OK， 好，之后，第十三个是水。最后，酒，红酒。好，啱啦，好。咁啊，嘉怡，我而家希望你同我讲系你中意饮咩，就是你喜欢喝什么。而家我会同你讲一次，跟住到你讲，之后到你讲，好。嗱，记得啊，每次要讲仲有，未说一个原因，你要说仲有。好，开始啦！我中意饮橙汁，仲有我中意饮奶茶，仲有我中意饮茶，仲有我中意饮西瓜汁。好，而家到你讲，嘉怡，你中意饮系？你中意饮咩？中意牛奶。好，仲有奶茶。系，仲有。橙好，仲有
有。嗯。有。咖啡。嗯，咖啡。咖啡。好，仲有。有。嗯。水。水系。仲有。有。嗯。仲有。系仲有。有。仲有咩啊？嗱，如果你没有话可以说的话，你已经说完的话，阿嘉怡，我而家教你讲一句，你可以讲话系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系啦。说完的时候你要跟我说冇啦，就不要暂停。那我不知道要不要等你。好，你要讲，阿嘉怡你讲一次冇啦，冇啦。好，阿嘉怡你同我讲最后一句，仲有水，仲有水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。对，你要让别人知道啊，不然怎么知道你说完了没有 ？OK。好，所以是冇啦 ，OK， 好好。咁啊，嘉怡，我问你，你饮过咩？你喝过什么？喝过。我饮过，我饮过。奶茶，牛奶。仲有牛奶。糖。仲有，仲有，仲有。仲有。仲有。仲有橙。仲有橙汁，好，仲有。仲有。唔中意橙汁。啊，唔中意橙汁啊！好好，牛奶，仲有，仲有牛奶，有奶茶，冇啦，冇啦啊，冇啦，哎，好啦好啦，嘉怡，犀利，识得讲冇啦，好，好，最后我哋有一件，呢啲要讲完啦，我哋有一个小小嘅嘢俾你，好啦，咁我想问下你，嗱，左边咧，你跟我读一次啦，左边系我有时食，我有时食。右边就系、是、啊，我经常食。阿嘉怡讲，我经常食。我经常食。呢、这个系我有时食。我有时食。好，有时食系咩？就是偶尔吃，不是每天吃的。经常食就基本上每日食嘅，每天吃嘅。好，嘉怡，你而家同我讲，我经常食咩？我有时食咩？嗱，呢度有好多嘢嘅，我哋睇下一次啦。阿嘉怡，你跟我读一次，呢个系第一个系饭，第一个系饭，第二个系蛋，第二个系蛋，第三个系水，第三个系水，第四个系洋葱，第四个系洋葱，第五个系面包，第五个系面包，第六个系菜。第七个是薯仔，七个是薯仔，第八个是牛奶，第八个是牛奶，第九个是柠檬，第九个是柠檬，第十个是西瓜，第四个是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冇错啦。咁我假如问你，你经常食咩啊？经常几乎每天都吃的，你经常食咩啊？那你回答的时候。你要回答我，我经常食啊！你跟我说，我经常食，经常食啊。譬如说，你可以说我经常食，叭叭叭叭，仲有叭叭叭，仲有，叭叭叭，很多的仲有。好，嘉怡，你而家讲，我经常食，我经常食牛奶。啊，你经常食牛奶，仲有，仲有，忘记说仲有啦。西瓜。好，仲有冇啦？冇啦，我经常食牛奶同西瓜，冇啦。OK， 好，咁你有时食咩啊？有时就偶尔会吃的 ，OK 啊，或者喝 ，OK。你有时食咩啊？嘉怡，你讲，我有时食西瓜。我有时。整句话可不可以？我有时食。我有时食。我有时食咩啊？我想吃西瓜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经常吃吗？现在变成有时吃啊。OK。啊。我有时吃。我有时吃。我有时吃。柠檬。柠檬。柠檬。仲有。仲有。洋葱。洋葱。好，仲有。
重油面包。面包。面包包。包。嘴巴可以张大一点啊，包。包。哎呀，不要读包。那广东话，广东话的发音比较长，嘴巴包。包。系啦，系包，好，冇错啦，好。咁啱啦，好，我睇喺呢度啦，睇下你应该点样嘅，正确系点样？哇，咁样喎 ，OK 啊，呢个系好多人嘅，好多人，包括你以后嘅同学可能会经常食，有时食嘅嘢，包括以后你嘅同学也一样。所以啊，嘉怡你而家跟我读啦，跟我，嘉怡，睇住，我有时食啊，应该讲，我有时食，有时食，我有时食蛋。有时食蛋，仲有洋葱，有洋葱，仲有薯仔，仲有薯仔，仲有柠檬，仲有柠檬，仲有西瓜，有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好，跟住啦，我经常食，经常食，我经常，我经常食，常食。好，我经常食饭。食饭。仲有水。仲有水。仲有面包。有面包。仲有菜。菜。仲有牛奶。奶。仲有牛奶。有牛奶。冇错，好，搞掂，有冇问题？有冇问题啊，嘉怡？冇问题。冇问题，系啦，系冇问题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啦。好，今天到这啦。好，咁落堂之前，嘉怡你要讲咩啊？下课之前，老师跟老师怎么说？我得落堂，当然老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没错。那我们下周的话，我看什么时间？是下午五点吗？对，下午五点左右。下午五点左右呢，星期。星期三可不可以就回归当天应该也能放假哦，可以的，星期三可以的啊，就是下午五点哈。哎，我看回归那一天其实上下午都可以的。哦，上下午都可以。哦，因为回归那个我他也放假，他不上。OK， 好。那如果是回归当天的，如果是也可以。那我们回归当天的那个跟十一点半可以吗？早上十一点半可以的，可以。好，那早上十一点半，然后还有是我看星期五的五点也可以，星期五下午五点。星期五我看啊，星期五是七月三号，星期是下午啊，星期五，星期我看看手机啊，那个。星期五的，星期四也可以，星期四跟星期五都可以。哦，那就那星期四吧。然后那我们就是七月一号的早上的十一点半，还有七月二号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哈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谢谢老师。为什么不星期是上午？啊，那是上午你上课。啊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金老师，好，行了 ，OK， 好，好了 ，OK， 嘉怡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哎，好，谢谢林老师，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啊，拜拜。